小伙伴们，精彩的节目马上就要开始啦，你准备好了吗？好吃好 Q 弹，喜之郎举弱果冻提醒您，眼睛和屏幕不要太近哦。我的好朋友，拥有好朋友是一件无比幸福的事情。小朋友们好，我是你们的体育老师刘老师。三二一，快喊出你们最好朋友的名字啊！是不是好朋友多到都数不过来了？有好朋友的感觉实在是棒极了。接下来让我们看看米小圈最近因为好朋友而产生的烦恼吧。现在是半夜两点多，哦，喝里多了。米小圈，平时粗心大意也就算了，中等能放反，还有你米博文，大半夜跟着孩子一起疯疯癫癫的，你说，这个头顶长了一撮闪电毛的人就是我，米小圈，在秋实小学读三年级。我的妈妈是一名医生，我的爸爸是一名建筑设计师。据说在我很小的时候，有一次爬上了爸爸的建筑图纸上画了一个圈，所以被起名米小圈。如果我当初画的是一条狗，我是不是就叫米小狗？早上好，吃早饭了吗？不好意思，这是我的，改天吧。拜拜。没事没事，掉地上不超过三秒没关系。
这门牙和自来卷化成灰我都认得，这是姜小牙，我最好的朋友，掉在地上多脏，吃我这个吧。嘿嘿，啊，嘿嘿哈哈，呀吼，嘿嘿。这个蛋糕75块，我吃了1/3，吃了1/3。妙笑，你今天欠我50元了，这太贵了吧？截止到今天，你需要在未来挣钱还我427.38块。啊，哎，张教练，你别跑，别跑，我马上追住你啦！这是语文老师莫老师，温柔大方，是秋实小学最漂亮的老师了，每一个学生都特别喜欢他。哎，那同学，你哪个班的？这是班主任数学老师魏老师，他你懂的。我捡起来，过来，怎么回事？垃圾不能乱扔，是不是？好了好了，下次不要再乱扔垃圾了，记住了吗？嗯，快去上课吧。这都扔不进去，这太棒了！看我的黄金右脚！我们都亲切地称他为肌肉老师。嗯。天啊，他究竟是怎么做出那样的动作啊？这是徐豆豆，一个坚信外星人就在身边的人，天天说我们不正常。要我说，他才是最不正常的。米小圈，车迟。你知道为什么隐形飞机能隐形吗？这是车迟，行走的百科全书。因为啊，有的飞机……哎呀，车迟别看了，快迟到了，被班长抓住。翅膀哥为什么也救不了你？啊？什么时候跑过去的？我书包也扔到了。学校规定铃响之前没进班门都算迟到，你对校规不熟悉，再扣1分。李丽，你也太过分了，校服上还沾着巧克力，仪容仪表不合格，再扣1分。早读期间你们不看书，看我和米小圈干嘛？输在我们脸上吗？秋风过后，这是李丽，也叫惹人讨厌，吹毛求疵，天天扣分，臭屁严格打小报告第一名的3年级5班班长，见我的同桌。哎，铁头，米小圈，小圈，不许给新来的同学起外号。报告老师，我就叫铁头啊，这是我爸给我起的小名。他的大名叫邢铁，是我幼儿园最好的朋友。邢铁同学从这学期开始就转到我们班了啊，让我们欢迎。耶！你就先坐最后一排那个空位上吧。老师，铁头眼神不太好，不如帮我坐。老师，我跟你给邢铁同学让座。感谢姜小牙同学的热心啊。那邢铁，
你就先坐那个位子上吧。哦。江山啊，同学，谢谢您给我让座。没事儿，就一个座位的事儿。我好不容易有机会从李黎身边逃走，全被你毁。不用觉得，他只是想偷看漫画书，不被抓而已。走，我带你玩去。你被发现了。我果然是呱呱傻。光看一个角就知道是呱呱傻。当然，我最喜欢呱呱傻了。相见恨晚呀。那这本书就送给你吧。就当是你转学过来的见面礼。真的吗，张小牙？谢谢你。我家是开饭馆的，明天我给你带最好吃的早饭。好。看看两个人怎么睡觉，真的说明干什么这么激动？下周末来我家玩。我家附近新开了一家零食店，有特别多的好吃的呢。下次吧，我和张小牙说好了周末去他家。啊？什么时候说好的？你刚才上厕所的时候。那为什么不加我一个？你又不喜欢武术。武术？我家旁边开了个武馆，我在铁头去参观他。铁头现在练武呢，你不知道？我当然知道。看起来真吓人，我有点怕。哎呀，这个很简单的，我爬你前面吧，你看我怎么做。我跳完，我在下面迎接你。铁头，真好。你们想去，我也跟你换换吧。不要。来，加油加油！我先来。发力啊，发力，发力，发力！哎。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。好，同学们，下节课的作文我希望变成课堂演讲，让大家都来认识认识你身边的好朋友。妙圈，好好的作文怎么不要了？爸爸，您知道什么是跳朋友吗？就是您单独认识了两个朋友，跳过了您成为了好朋友，结果您被抛弃了，这种心痛的感觉您能理解吗？很遗憾，我无法理解。是您朋友众多，不差一个两个的吗？不是，因为你爸爸我呀，从小就没有朋友。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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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不能变成他这样。除了铁头和姜小牙，我肯定还能找到别的好朋友。你终于承认了，没错，我就是外星人。咱俩做好朋友吧，
我把自己献给你研究。不，现在有比你更重要的事。我怀疑他才是真正的外星人。等下，七月老师拿的是一盒炸鸡吗？只要让他露出原形，我就一定能击败他。天天小鸡肉说要健康饮食，自己居然偷吃炸鸡。来吧，让我们服下作战的药水，和他决一死战。好啊，这是我用芹菜汁、苦瓜汁还有我的眼泪制作成的。喝完了，你就能看见真相了。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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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朋友虽然很严重，但没病更严重。十万个为什么真好看，根本停不下来，是吧，车直？你的书拿反了。哦，对了，车驰，那个隐形飞机的事情，我好想知道哦。隐形飞机已经不隐形了，什么意思啊？二十万个为什么，解读每个为什么背后的为什么。双基地雷达是隐形飞机的对手之一，它的原理呢是将两个雷达放在不同地点，当一个雷达的电磁波被反射到其他地方时，另一个雷达就刚好能够接收了。还有五彩波雷达。嗯，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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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天天和车驰聊科学还不如没命。李小天同学，你踩到我的脚了。这个同学，你别突然出现行不行？我一直都在这儿呀。这位同学，你换个地方喝茶吧，操场危险。你别叫我这位同学了，我叫郝静，和你同班呀。啊，是郝静啊，过了个假期，你变化可真大，我都认不出来你了。没有啊，我和去年一模一样，前年也是，还有大前年。这人也太没存在感了。唉，剩下的人也不多了。李黎，要不试试他？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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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李小圈，你有毛病吧？阿龟，我只有你了。同学们，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那我们的演讲现在开始。我的好朋友是尚文琪，他很乐于助人，也很乐观。我们经常一起玩游戏、读书。谢谢大家。我的好朋友是刘凯，我们是一对非常要好的朋友。我的好朋友是周然，我们放学的时候经常去隔壁公园一起踢足球。我的好朋友是尚文琪，我们经常在一起玩游戏，我会给他讲。我的好朋友是徐豆豆，经常在一起学，会给我讲外星人理论。谢谢大家。李黎，我的好朋友是郝静，虽然他不爱说话，平时特别安静，但他总会在同学们需要的时候出现。谢谢大家。我的好朋友是各种各样的书，我和他们相处的时间最长，也学到了许多知识。著名的苏联作家高尔基说过，书是人类的好朋友。车驰真棒。是
个作文题目让我苦恼了好久呢。毕竟想跟我做朋友的人太多了，所以我只能进行一场海选。好朋友，米小圈。米小圈是我幼儿园最好的朋友，他非常聪明，经常帮我做作业。就是力气有点小，经常被女生欺负。那时候我就把他打回去。米小圈上了小学后认识了我，我们成为了最好的朋友。他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可以欠我钱的人。我非常高兴能在这个学期转了3.58和米小圈团聚，还认识了姜小牙。有小圈和铁头陪伴我度过剩下的小学生活，我感到特别幸福。我也是。我也是。米小圈，你的作文写的肯定也是姜小牙跟邢铁吧？不如你直接把你的也念了吧。之前做好朋友手势是因为这个？对呀，我们是在改造它，变成三个人能一起做的升级版本。我们练了好久了，就想给你一个惊喜。来，咱继续练，来吧，来吧，来，三二一走，一二，哎，咱来了，来来，三二一走，一二三四五。米小圈，你私自将最难点的乌龟拿出来玩，扣分。秋实小课堂，这里是秋实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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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课堂。东汉末年，群雄割据，争夺天下。在这乱世之中，有三个人走到了一起，他们是卖草鞋的刘备，卖绿豆的关羽，卖猪肉的张飞。他们三人虽是小摊贩，但胸怀大志，一拍即合。虽然异姓，既结为兄弟，则同心协力，救困扶危，上报国家，下按黎庶。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。这便是《三国演义》里著名的桃园三结义。那三是不是指我们三个人呢？这是一种解释，但有人说他们是一共结拜了三次。刘关张三人结为兄弟，一同建立了三国之一的蜀国，为天下和平不懈努力，
最终来到一处水泊梁山，成为了梁山好汉。哎，等会儿你这书是不是看错了？那是《水浒传》呀。《三国演义》是中国四大名著之一，推荐你们去看看哦。原版有点难，你们可以从简易版开始看起。这里是求是求实，实事求是，没有糗事的秋实小课堂，我们下集不见不散。